大家好，我是杨洁梅。我呢是太早工作，很独立。我15岁打工，16岁拍电影。我从影子这么多年。人在世界上，想要追求的事情很多，唯有梦想是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我在戏剧里可以体会很多不会发生在我人生里面的事情。